何谓中国梦？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。我们万万没有想到，现在就有了自己的卫生院，小病可以不出城，大病可以不出县。在老家的时候，只有寒暑假才能见到爸爸妈妈。现在梦里的一切都实现了，还能吃到爸爸妈妈做的饭。以前梦想中的东西，想开上大型机械，现在每天下班之后还能看看海岸线，啊，感觉真的很幸福，整个人。立足新发展阶段，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定位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。这是我们应对各种机遇和挑战的战略抉择。